他说你这个太多了，他要关掉。对啊，他会自动关。有没有更新？是的。Apple 会自己关。那我先。你在背后的背景程式，它不一定会开，它只是显示你有开过的东西。我先打你的电话哈，再试看看啊。离开它就会自己关掉。打你的电话通看看。不要打电话，你不是说放影片吗？先试看看有没有声音。刚重新，刚刚重新的。我要的是那个声音，又不是打电话的声音。哎，有声音才会是那个音乐啊，0935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0935多少？973。0973哦。90935973。973。852。852。有来电啊？喂，好，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？没有。你要讲话啊，你要恭维啊。啊，那已经有连线了。有连线代表只有这个而已，可是没有声音啊。我再试看看啊。没声啊。再用你的播影片看看。现在也没声啊。还是你有下载什么 APP 才有？03。他有叫你下载什么 APP 吗？你也是只是连线蓝牙而已，这会连就对了啊。啊，会连不代表有东西啊，它只是显示出来，它没有声音。我要声音那个刚好一样，你要用，那就你播先。那它现在最主要连的还是你的，你还是没关啊。试看看，连蓝牙还是没关啊。是啊，真的不行，到那个宝通再来弄了。啊，你的蓝牙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关？啊，你的蓝牙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关？我都已经关了啊，然后关了，从里面刚才从里面关啊，你从里面关没有用啊。等一下吃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只是啊，你开你的车啊，真的不行，到那边再弄。